呢？自细汉的时阵，我着帮爸母母甲我请，是我的厝边头尾吼，安尼轮流伫咧甲我请的啦，唔然安尼生哦，我以为讲吼，伫咧足侪家庭生活过，所以讲嘛，我啥物代志我拢会晓做，我吼洗衫抹天啊，煮饭，啥物我拢会晓，唔然安尼生哦，我上介意做的就是卖豆腐。踮伫咧迄个过界的所在，嘿吼，人对我拢足好个哦，佮甲我教因个撇步啊，嘿吼，豆腐，嘿豆腐，豆腐要安尼做成豆腐，迄就是许黄豆、黑豆、白豆，然后来甲伊浸水，浸水了后佮甲伊磨出来，嘿，酒嘛酒，也毋知影我袂安怎讲啊，反正我就是伫咧卖豆腐为生个啦，然后安尼生哦，最后肯定所有人拢熟悉我。因为我卖的豆腐那好吃，我人阁生了真水，天真活泼，我阁外向，所以讲咧，真侪人吼都会来甲我交朋友。我今仔日透早爬起来，迄豆腐哦，我嘛已经搬了好势。头前面我会看到迄红南宫，迄哦，足侪人诶，足侪信徒伫遐哦，我来去遐哦，看有人要甲我买豆腐无，会当吼赚一寡金钱，